哇！所有艺人最怕咸了，哇！好咸哦，拿来节目吃饱一点，吃饱，整个饱。什么逻辑？到底有多饿？你眼部颤动也太明显了吧？你太懂了吧？妹妹是吃到，妹妹吃到，妹妹吃到。我觉得是张立东吃到的是正常的，是正常的啊。怎么样？喂，导演，有一些导演可以看这一段了。好赞哦！怎么样？这个电影咖了。李毅和张立东带着他们的弟弟、哥哥跟妹妹来啦。张立东呢，算是家里面的摇钱树了啊。张立东，对不对？摇不太动，我现在还摇不太动。再养一下，再养一下。他努力的在摇，还摇不太动。天空，天空。型男眼镜王张立东他们兄妹。要吃的是什么？特地为三位准备这个鲔鱼卷，还有寿司卷，一个是正常的，两个是极咸的。哎，哇！所有艺人最怕咸的，哇，好咸哦！艺人最怕咸，一咸下就没收入，一咸没收入不行，而且艺人咸不得。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位，好咸，来，电影咖就是不一样，电影咖就不一样，好。卓文萱，哎，彩虹，来，挑比较小选一点的哈。对啊，当然啦。哦，美味しいですか？美味しいですね。哦，一人选下来，我会发光的。Mary， 水汪汪的眼睛啦，眼睛。怎么比较粗？大小不一啊！因为你吃到是那个寿司卷的尾段。啥意思？哎，拿来节目吃饱一点。吃饱。整个饱。什么逻辑？到底有多饿？你眼部颤动也太明显了吧？你太懂了吧？感动。你要 hold 住啊！你受了委屈，对不对？这个寿司太好吃了，太感动了。太粗了。太好出了，太好吃了，好吃哦！你们先说谁吃到了？正常妹妹是吃到，妹妹吃到，妹妹吃到。所以你是卓文萱跟张立东两个选一个的，啊，你也是啊？哎呦，那你倾向谁？那个卓文萱。哎呦，我觉得是张立东，哎，张立东啊，张立东是正常的。完了，我觉得是 Mary。有猜选吗？这是什么？三个人都不一样，跟没猜一样。那就是猜选了。啊，还在讨论时间内哦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他还没吞下去哦。你们两个，你们俩哦，你们俩赢哎，输人出去啊。哦，他在猜出去的部分，他不是猜抉择的部分。怎么又是我？大波，你要决定谁才可以出来哦，不能来那边就换。你要决定，绝对是谁。你这是代表你们的决定哦。你说你倾向卓文萱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就相信你的直觉啊！卓文萱跟玛丽两个人选一个了，你不要再影响人家了，不然三人猜干嘛？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对啊，人家觉得卓文萱就卓文萱啊。可是我掌柜很咸哦，刚已经吃过鱼露了，你应该 OK 了。你站过来点啊，再挡到人家，不喜欢吃尾鱼，这些人不喜欢吃尾鱼，反正不喜欢吃尾鱼。他觉得恐怖的是尾鱼，对啊，现在已经不知道那个咸不咸。咸吗？咸啊，咸啊，有多咸？就蛮咸的。哇，你好，你好，云淡风轻哦，已经完全没感觉了，是。蛮咸的。你比较适合来这边。下一个你们觉得是谁？冠军。我觉得是张立东吃到的是正常的，是正常的啊。强哦，好强哦！他的表情太重了。可以容我理解一下，你也是不喜欢吃鲔鱼吗？喜欢。哇，喜欢，嗯，真的蛮厉害。